大家好，我是大玲。这两天啊，这边下雨了，干不了农活了。我今个做个零食，咱自家种的窝瓜，摘个窝瓜。摘这个吧，你看这个长到砖头树那边了。你看吉利。吉利葫芦了，哎呀！哎呀，刺了！咱先把这个皮说一说。这个窝瓜切成片了，先给我蒸熟。就得把那勺子把它压面，等冷凉的话才能拌去和那个面。我这在网上买的糯米，俩放进去。我里边再放点糖，如果喜欢吃重的可以多放点糖，然后再放点面粉吧，和成面块。就叫面揉成这样的就可以了。叫这个搁案板上擀成小切成小剂子，然后压成饼，咱再把上锅煎了。这锅烧热，兑点油，给它搁进去，慢慢的炕，炕两面金黄的关火了。它怪好了，这一煎看着黄蓝蓝的。你要那么你还一直说我弄不成功，弄不成功，咋样？不赖。啊。那个南瓜面烫上。啊。咦。还没倒嘴里。好吃，好吃。真的呀，不是有没有上次比凤凤弄的好吃那个？比俺好吃。比俺好吃，甜不甜？甜。上回俺那个弟媳妇儿。他弄了那他牙不好，还没弄了假牙，他说吃不动。我就这回我家做一回，就吃动了吗？这吃就舒服了。看看我这做好了，做一大盘子。俺妈给俺邻居做了方儿的，还有俺闺女，还带我一家吃去，就尝尝去。咦，你来了是吧？看热，这妈妈一拿都热。快来吧，来了，尝尝。南瓜饼。咱这球哎。啊，来。黄的吗？这六的吗？看着。有那个。锅碗吗？啊，锅碗饼不？啊。你咱这球哎。尝尝。就有点热，它出锅了，别烫着了。咦，那个是热气，不管烫，烫快点，快点，锅碗是蒸的还是生的呀？蒸的，蒸糊了就弄了。啊，锅里有油。爷爷，你拿着，爷爷拿着，冷了再吃。啊，那吃了。你那边就公园回去了。哎，咋了？好吃，好吃。这都给俺邻居都在做玩儿，都分分，啊，都尝尝。我刚才在屋里上屋子吃了，长多了，我做的都是太甜了，都是长糖太多了，都长糖了。哦。再也吃中了，跟你说。好了。这给大家都分吃啊，都分吃了。这个视频到这了，拜拜。